其实今天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发生变故的最重要的那个人，就是包志鹏。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我们现在有请他上场。你们看看这孩子就这样子的，他还能说再生呢？你好，志鹏。你好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跟大家说一说。我希望爸爸不要再逼妈妈了，尊重妈妈的选择。我想你应该很了解家里面爸爸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些矛盾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现在的病情可能说话不是太流利，没关系，说话很困难。但是我想今天你来会有一些话想跟爸爸妈妈说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平常妈妈对你怎么样，在你生病的期间里她照顾你照顾得好吗？妈妈对我很好，照顾我一切的饮食起居，非常的不错。怎么说，对我照顾我日常，对我擦背，然后给我做饭什么的。那你现在病情都是在靠什么维系？我现在的病情只是一些中药，从医院拿回来的中药。每天要喝很多，是不是？每天一天三顿都要喝。刚才你的妈妈告诉我们说，在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很想念自己的亲生妈妈。怎么说也，现在对亲生妈妈的感情也是淡了吧？现在也不太那么去像我没生病那时候那么去想，没有那样去对亲生妈妈的感情也淡了。是因为失望吗？都有。你的妈妈去山东去找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妈妈去山东找，我的确不知道。她去山东了，她去找你的亲生母亲，她希望她能够给你发发短信，给你加加油，鼓鼓劲儿。但是有点遗憾，我们没有找到她。说实话，真的不重要。只要我有后妈就够。其实这么久了，我一直，我妈妈为我付出的我都看在眼里，也都记在心里。你觉得她是个好妈妈吗？是。在今天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句，妈妈辛苦了。请容许我为我妈妈唱一首歌，行吗？好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心想不了。好吧，可能我现在说话，可能我现在说话。没关系，志鹏。